讲到三百鱼，半边中想到料理，不是真的烘的，就是煮汤。不过其实透过金牌总破赛手艺，就是无同款。除了有小菜日本风味，也還有餐桌碗粿的口感。其中每天甲二中贵信良店贵宾嘛协助料理，推荐满满的台南味。哎，这个凹槽这边，甜，把它放入到对，好。同时为推广冬季的沙白鱼，今年第三档市府持续甲自然福利中心合作，每下在地渔民台南市会对七月八号的推出贺康优惠，预计今年将创下2亿5千万的销售目标。其实，在台湾啊，或者是东南亚的社会里面啊，大家都是很喜欢吃的，只是因为现今的时代，大家不喜欢吃多次的这种料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有许多无刺的虱目鱼肚或者虱目鱼排能够做好，所以我相信透过优质的全联烹炉，能够做最好的强强联手，把最强的台南虱目鱼跟最强的全联烹炉一起结合起来，然后让最优质的台湾的消费者能够品尝最好吃的虱目鱼。你看起来煎吼，也起足大机也未去计的，伊个肉质呢，都要掺咱个猪肉，先共一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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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输脱落。所以，煞物仔饲了大尾呢，会真好。我较早细汉个时阵吼，阮公仔吼，到台湾个吼，就是煞物仔我一定爱掠去市场买啦。死个较捡倒来食，所以我拢食死煞物仔大汉个，啊叫佮规人吼等待死，若要食好煞物仔等待死了。讲到三百鱼来上大产地，台南食得到啊！当然，如果无法度来，现在全国上大通路嘛，拢买到上千无共部位所发展的多种商品。这位鱼养殖有超过200-300年，好、哦，那产量全国有50,000吨以上，在台南市这边产量占全国的一半。换句话说，有两。在市面上看到两尾虱目鱼，其中一尾就是出自我们台南市。虱目鱼这尾鱼有优质的蛋白质，不饱和脂肪酸，跟全国的民众说明。透过产地新鲜直送模式，不止创造渔民甲消费者双赢，还当提供更加多 number one 的台南鱼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